讨好自己，不要去管队友什么，不要担心队友啊。狼队累计最后的投球时间1分42秒48。训练的人员都差不多，缓和吧。不是阿大彪，是阿大彪。我上台的时候老是怕我今天拖后腿，不要怕。救援！救援！可以走开吗？终于完成了冲线，恭喜狼队！开始！是啊，牛！没赢了就不想了，我们打好下一把。不想，不想，好吧，慢慢来。赤裸裸的卡位置工具人，狂卡位置，可以可以，基本操作。好，不想打好这一把，注意别被抢了。我估计我起步慢，我得刹车一下。啊，我等一下道具。恭喜直打直宰3-0！哇，打出我们的东西啊！这几场真没打出我们的东西。准备好不要放弃啊，真能追。OK OK， 真能追。把我们自己节奏打好就好了。这是一个漂亮导弹吗？没有破防啊！最后一波还有直宰的一个 EC 又完成了冲线。慢慢来啊，还没赢呢，稳住心态，稳住心态，还没赢啊，还差一把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冷静点，冷静。小心那个节点飞碟啊，尽量求稳点。还有那个阴间风，尽量别动，好吧？好，那个阴间风多知道在哪吧 ？OK， 会注意的。4-1的情况下，最后要终结比赛，恭喜2W。哎呀，我的兄弟们打第二轮，先选那个吧，先选超前基地，然后再打新盾，等等，不行，换后面他可能会强拿机甲。对，一个弯道，还是差一点点，差0.1，可惜了，心慌了，好了，加油。但已经足够快，1分15秒11，大魔王迎亲，榜样吧，奥琳娜就榜样了。最后一个弯道，想撞没撞到，留住了自己的优势。要不然缓和吧，我原级蓄力跑差不多快的，我最后一把木高菇蓄力和原油都跑差不多快的，缓和吧。恭喜阿大彪。我上台的时候老是怕我今天拖后腿，不要怕输。就这样啊，兄弟们，加油就好了。打谁明确一点啊，打好每一把，好吧，兄弟们。OK OK， 一定要崩到最后。你前期打再好，你第二圈没打好也不行的。比赛开赛期也不可以出现二连冲，恭喜野鹤。那打苗寨呗，先追一把都可以。我们就这样打好吧，先这样打吧，稳住心态，好，来了，打住自己节奏来。OK， 最后一个弯道，野鹤完成了冲线，3-1，不用急啊，慢慢来。救援看 ECU 救援，看了看了，救援前期别开啊，好，你留到第一圈结尾开，懂我意思吧？懂。连续两分钟极致的路线，恭喜林龙，3-3。
三扳平。我们两个，我们是把位置开好位置就行了。开好位置，开好位置多次，特别第二圈后半段。对，第二圈那个长延续点啊，一定要大直线，你一定要吃到局，好吧？好，有风就好好丢死风，好不好？你们跑就完事了，现在的交给我，谁都能冲啊，一起冲啊！好，谁有大老气啊？救援，救援，可以冲线吗？终于完成了冲线，恭喜蓝队！欢迎上来！一号公路，我失去四星，好，加油！这种加速感可想而知，恭喜狮子四零四点八五，可以反压，奥利娜反压，好了，加油！最后一个台射再接双杀，平杀，恭喜林青。1:30.83的成绩，上上上上，奎龙，还是得上。到时候他选那个，我就开两台车，两台车跟他差不了太多，行吧？上，孙悟空，一定要跟他打。我们可以恭喜阿W狮子4-4进入到我们的巅峰鏖战。那就直接换一个吧，赌一把吧。OK。开原籍是吧？好的，加油！1:06.20，直接上了，直接序列未来，加油，加油！那最后林青拿下第6分没有问题，也来到赛点，是的，来到自己的赛点区，6-5。选个海滨吧，海滨之眼，加油，冲！恭喜RW狮子6-6，他们站到了最终局。是的，好，好局。最后一个弯道没有问题，百年仙女之身。是多言最先之神，也是血血传奇之人，让我们一起恭喜狼队共赢胜者，为骑士们欢呼吧。